密室大逃脱中最热门的嘉宾应该就是邓伦和杨幂，他们一个是长期以来的流量女王，一个是近几年走红的颜值实力担当，这对神仙组合在节目中迸发出来不少的火花，撑起了这个节目不少的话题度和收视率。最新一期节目中，邓伦的徒手攀爬展现了惊人的手臂力量，简单而锋利的攀爬动作非常的帅气，再有邓伦身上所散发出来那种男友力也是令人着迷。明星大逃脱还没结束之际，又有一档新节目也邀请邓伦加入其中，这是一档围绕着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的体验类综艺，和哈哈农夫向往的生活如出一辙，出入不大，也是明星们放下城市的喧嚣去农村干农活，自给自足。参加节目的嘉宾有郑爽、郭京飞、华少，这让粉丝们都很期待。郑爽陆陆续续参演过多部的电视剧和电影，从一起去看流星雨到前几天的青春痘，成熟的演技和多年的积累让她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。在影视圈大放光彩的郑爽近几年很少在综艺节目上活跃，而且没有宣传工作的安排，她基本上不会出现在电视荧幕里。不得不说邓伦确实有福气，资源也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，喜欢就加个关注吧，小编每天都更新哦。